这么巧，汉克在水质检测室，我刚好有事情找他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啊，我跟我们总监来参加弗拉基秒了秀。哦，对了，谢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份工作，我才有机会可以参加这样顶尖的秀。谢谢。不客气，朋友嘛。 秀怎么样？啊，特别好。弗拉基米尔的风格确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他放弃了之前浓烈色彩的运用，越来越趋向温和，越来越大气，我也越来越喜欢。刚才他有一套连体装，跟我之前的设计不谋而合。生气啊！走了。 盛夏，能看到他这样的笑容真好。也许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好的工作，好的爱情。好好努力吧，盛夏。